原本锦衣不太相信萧景瑜的判断，可是来到武姬的所在牢房后，逐渐察觉到真相即将水落石出。果然他仅用几句话便套出武姬如何杀人藏宝，至今还将宝贝放在严府书房。待此事尘埃落定，楚楚听到萧景瑜对属下的训诫，竟和玉面判官所言内容相差无几。正因如此，楚楚越发觉得萧景瑜就是传闻中的玉面判官，奈何萧景瑜的否定又让他陷入自我怀疑。楚楚检查男子尸首，发现对方生前善于左手执笔，右手握刀，双手使用习惯与旁人不同。萧景瑜听后若有所思，倘若此人出身行伍，完全属于正常，因为军长练兵需要右手掌兵器，即便曾是左撇之人，依旧是概无例外。解释清楚死者的真实身份，反倒让楚楚深感奇怪，毕竟自己初到长安城，从未去过军营，更别提结识或得罪过军中人。正当楚楚百思不得其解，忽然恍然大悟，以为是男子想要娶她当娘子。旁边侍卫闻言嗤笑，萧景瑜投去一记眼刀，吓得侍卫们立马恢复严肃表情。由于楚楚目前尚无住处，并且担心会被客栈老板嫌弃，所以打算暂居荒庙。考虑到楚楚还有大用处，萧景瑜让他先在三法司歇脚，痛时方便配合案件调查。楚楚趁机向婢女连翘打听萧景瑜的私人生活，得知萧景瑜还未成亲，不由大吃一惊，实在想不通京城姑娘为何偏爱景逸胜过萧景瑜。吾将按照楚楚提供的土方法，拿来煮熟鸡蛋，为萧景瑜额头的伤处活血化瘀。恰巧此时门外传来一响，萧景瑜自知是锦逸不走寻常路，又是翻窗而至，结果锦逸翻窗未果，反倒被吾将戏弄。尽管锦逸在严府找到武姬偷走的书卷，可是回到狱中发现武姬早已中毒身亡。如今凶手伏法，案件很难继续追查出有用线索，只能草率结案。萧景瑜别无他法，索性让锦逸留在三法司休息，明日再去神策营调查白天劫持楚楚的男子身份。秦鸾揽镜自照，颇为得意，甚至拿自己与皇帝相比较，唯独只有一个遗憾，那便是太监的身份让他蒙羞，所以经常会在嘴边沾上假胡子寻求慰藉。周汉跟秦鸾汇报已将男子灭口，奈何尸体没能带回，秦鸾愤怒不已，吩咐他立即派人紧盯萧景瑜和西平公主，以防出现变故。楚楚暂住三法司，自觉白吃白住不合适，决定利用后院空地养鸡种的，颇让萧景瑜无语。半夜三更，冯府传来一声女子惊叫，刑部尚书冯介暴毙在床，死因不明。萧景瑜收到冯府复帖后，便让楚楚假扮侍女随他吊唁，实则帮忙验尸。楚楚欣然同意，不仅换上侍女衣服，并且在萧景瑜的临时训练下学习礼仪。楚楚学得战战兢兢，险些摔倒，关键时刻拽住萧景瑜衣领，本想趁机检查他胸前的箭伤，结果令他大失所望。转眼到吊唁当日，楚楚跟着萧景瑜等人来到冯府，因为他苦于无法接近尸体，锦逸暗中制造混乱。
看到锦衣使了眼色，楚楚赶忙过去查验死者，意外发现冯介身体上的抓痕。尚书夫人见状怒斥，锦衣替楚楚解释缘由，随便找个借口糊弄过去。事后，锦衣带着萧锦瑜和楚楚到一家酒楼吃饭，楚楚觉得掌柜模样有些奇怪，似是不妥。萧锦瑜特地点了一桌黔州菜试探楚楚，从而认定楚楚确实就是黔州人。楚楚想到冯介胸前抓痕并非致命，似乎是救人所致，未能证实推测，楚楚让萧锦瑜假扮死者，并且缓缓向他凑近。